谢了。主任，你看一下田默默的训练记录。怎么成这样了？他平时的成绩不是挺稳定的吗？我觉得他是不是得了黄心病啊？不会吧，老夏带了他这么多年，全部的心血都在他身上，要真是，哎呀，那可太可惜了。哎，咱们呀先不要轻易下结论。主任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找几个专家，让专家给他判断一下。嗯，行。现在啊，大赛即将来临，他要真是黄心病，哎呀，那就得让他退出集训队了。你好，训练完了。说什么？没有啊。
默默，这个是你最近的训练记录。我们原本也不相信，可事实摆在眼前啊。这些年，你的训练很刻苦，成绩也很优异。可是，黄金病是个很难克服的心理疾病啊。林队，我真的得了黄心病吗？是的，我们经过慎重研究，决定你先离开集训队去休息一段时间。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我们知道这也很残酷，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啊。你是个好运动员，技术非常到位，可一个好的运动员更要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素质啊，尤其像我们射箭这项运动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克服，不想让你们担心。这黄心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射箭运动员的一种职业病。运动员长时间的瞄准靶中的黄心，视觉就会疲劳，潜意识的就会拒绝它，所以在做出的动作就会变形，射出的箭就会偏离靶心。那你说这个病还能不能够治啊？有什么办法呀？默默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出去转转。老夏，你说你这么多年没日没夜的培养他，你图的是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在奥运会上拿出个好成绩吗？现在眼看着奥运会就到家门口了，他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啊？这个默默，他不应该瞒着我。老夏，你说还有什么办法治吗？顾阿姨在家呢。顾阿姨，蕾蕾回来了。顾阿姨，你怎么了？默默得了黄心病了。啊？那他让人呢？刚刚出去了。